看这一题，他说如这个图所示啊，现在有四个呢泰国的椰子。好，那么呢，第一个椰子哈，它是在这里打个洞，第二个椰子在这里打个洞，第三个在这里打个洞，第四个哈，它打了两个洞。那么他问说哈，哪一种方式哈最容易将椰子汁哈把它倒出来？答案当然是它了。为什么是它呢？因为哈，你只打一个洞的话，你要把它，就是你要把它倒出来的话哈，它会有那个大气压力哈，把它塞住了，所以呢不容易倒出来。好，啊这个一样的道理一样。啊这里的话哈就没有这个问题，为什么？因为的话哈，这里有一大气压的话哈，这里也有一大气压，所以的话哈，这两个呢大气压力会平衡，所以的话你把它倒出来的话，就靠重力哈就可以让它呢流出来。所以呢，这个哈最好倒了，这个最容易把那个椰子汁给倒出来，所以答案的话应该要选 D 了。